有点小小激动。快！你看那个动作，搞快一点，搞快一点，这搞得他们快不了。快！慢点，我想安静点，慢点过来。怎么这么慢呢？慢了，你要拿筷子过去，那筷子你不抬不抬得好，你输的。我妈。你看，你看，回家。扯哪个了？再来一个。这个那么大块板，你把这块悬摘了，太摔了吧？放上面，压到上面这两头，嗯，这个会紧的，放中间哈。怎么样？接着放中间，怎么样？好好，放中间啊！啊，放中间，我放一边。放放中间，放中间。啊，压一下。找个动作，好。好，现在项目我到这边。可以了，太辛苦。好，再贴那个，来抬过去。可以了，这里不要拍了，拍。一样，把它拍的好一点。好，再拍。这地方整一下，标了吧，我这个来点，我这个标光不够。哎，那那个刀子拿去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别怕我的。我要去排练的家。但是我踩这个你要看一下。嗯。现在不用拍那个，现在拍上面，它不踩这个，在。这个带板要拍一下，好了，好，要一下。好了，行了。为了拍的就行了，你说他拿来拍他拍什么拍？